你的辛苦老爸知道，这次为国争光，为洛阳争光，为咱河南争光，老爸记在心里。也是呼吁一下广大球迷吧，在看男足的情况下，能尽量给女足分点份额，因为女足的比赛真的非常不容易。我去现场去过很多次，男足是人山人海，找不到味儿，一票难求；女足是基本上一场比赛就是百十号人，也都是要么是体校小队员组织过去的，要么就是一些学生零零散散的，很少。呼吁大家也通过这次亚洲杯吧，中国女足非常棒，亚洲第一，大家都多关注关注中国女足。有机会了，女足的门票不贵，都是对外开放的，基本上不要钱，希望大家抽空多去多看看，多关注关注。全国的球迷多多支持女足，把女足把这个事儿女足那个慢慢的都办，越办越好。